一个蜥蜴100块吗？对。那我有好几个蜥蜴。啊？真假的？你什么星座？摩羯座。摩羯座。比较好。先聊吧。不是不准啊，其实这个中奖率还蛮高的，这真的是大家都有奖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是要来实测唐国师最近他有公布2021年的偏财运排行榜，第一名呢就是巨蟹座，第二名是金牛座，第三名是摩羯座。对，所以我们找了我们办公室的同仁们有在榜上面的星座。但是我们这样还不够，我们不能偏好就是前几名的，所以我们也有在找后面星座排行榜，就是财运最烂的 top three， 第一名最烂的是天秤，第二名是牡羊，第三名是射手，其中一个的射手座的朋友，对对，一起来去我们彩券行实测，你要看要几号到这边。就27号好了，我们挑这一件的那个，就我选是44号，对，很专业。先想好那个讲要怎么分，见者有份，对，见者有份，你就外包给我就好了。那我要7号，我们赌徒就是会选这种7号无聊数字 ，Lucky Seven，Lucky Seven。我今天参加是万年天宝，财运亨通的巨蟹座。出关数千。刮了吗？你就开始刮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刮第一张。这张是多少？我们来看这个财运边缘人，100块，所以我们共估了400。财运边缘刮得很用力，100块啊，刮得很认真。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我也共估啊，你看，一个蜥蜴100块吗？对。那我有好几个蜥蜴。啊？真假的？1、2、3。你什么星座？摩羯。500块，看一下，回本了，现在换车了。你看他的比较好，不是不准啊，但还是100，100怎么可能？我们水象星座的朋友就是只要没刮中，可能就开始会有一点碎碎念这样子。600不准啊，至少600，因为这个一定中啊，这一定中啊，没有他就没中。没错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还有200，那我就至少我要赚100，我要赚100。我五百。金门不是金牛座，不是不是啊，错了啦，三个同样的，看起来很专业，也是100块。回本了，9号，1000号，9号，1000，哇，1000，太棒了，我是对不起哦。巨蟹座他的财运很曲折，哎，就是他旁边都没有中，只有最后一个中了1000块。哇，对，摩羯座的朋友也有800，其实这个中奖率还蛮高的，这真的是大家都有奖，对不对？首先800，我要800了，200，200，200，对，我有中1000而已，巨蟹座只有1000，哎，你还有一个财神，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可以办。我觉得巨蟹座的射手们，摩羯座，对啊，我觉得第二名的就是巨蟹座，对啊，第二名是财运边缘人射手座，那第三名是财运边缘人射手座，这我没有看到，我够看这个，然后1000再加两个，1000，彩券行老板推荐的，对，听他说他挑的都会中，对，相同金额，你看两个落盖成，更贵呀，我们难道都被老板骗了？还是因为老板是射手座的关系？老板拿了1000多，机车 ？No， 共估，这一张完全共估，老板骗了。哇，2000块、8000块，我们只回本1800。我个人是没有，可是我个人还想赚，还想赚700块，怎样都赚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我们买了第一款这100块的啊，摩羯座的朋友帮我们赚到500块，张张有奖的金牛奖，我们花了2000块赚了2400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1000块，这个有70%的中奖率。结果
1%的利息。你懂吗？对，当当。这张是2000块，标榜说你可以刮到一个 BMW。对，就是今年刮刮乐里面最大奖的。但是我们只刮中了2000，所以其实你要回本，一张根本就不可能回本。中奖率是40%左右，对不对？49%。4%，对，至少你要抓一个很精准的。回本一半啦，但我们要找4个摩羯座的，不然就是不要找老板是射手座的。